热食有这些，然后面包类跟生食，还有美式咖啡。这个是饭店的一楼。是会议的地方，看起来。哇哦，现在没有人。啊，这里有准备水果哎。饮料看一下有什么。我们现在呢，要去搭路面的电车。赶11:21，从饭店走过来路面电车站这边啊，大概只要也是差不多5分钟的距离，跟火车站是一样的。这就是尼斯的路面电车。走吧，这边就是火车站。从这里上去，然后上来这里，这边这一个月台都是火车站。然后呢，这两条线，这两条都是路面电车。